放弃，抓住每次机会，允许自己笨拙受伤掉眼泪。Believe in me， 值得去学，过程中才有甜美，拒绝没有开始心动的后悔。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，不要停下来半途而废，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，用心体会其中滋味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，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，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。三年前，我跟我的前女友准备要订婚。当时大家没有钱，就想着约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。但是就在那天下午，我们两个翻遍了她的衣柜，但是却找不出一件她觉得好看、体面、拿得出手的衣服。她崩溃了，她蹲下来，在我面前哭了很久。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要你每天都有漂亮衣服穿。我想对在这个城市里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、努力奋斗的女孩说，我们繁星要做的就是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有漂亮的衣服穿。同样，我也想对我前女友说一句对不起。我希望你可以盛装出席每一天，这就是繁星成立的初衷。吴峰，你回去吧，张姐会帮我们盯着。走。我最后再说一句。那天打乒乓球，我输了，我愿赌服输。我真心诚意地祝福你，我祝福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一直赢。则你要先逃跑。昨晚我熬了好几天的夜，我累了，先让我回家睡觉吧，真的累了。佳恩，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，但是你真的不能走，你真的不能走。佳恩，佳恩，你走就会后悔的，你走就可以绝交。他们两个的事情
你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我怎么办啊？不哭了。腊月 27，机场人山人海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，只有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。我不知道他是在规划繁星的未来，还是在为于江安的选择而悲伤。全家人商量好了，舅舅的事情先瞒着他。妈妈说过年就是团圆，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，我们都要开心一点。车开进小区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我走的那天，我带着希望、勇气和10万块钱的赡养费去闯荡，如今钱没了，还欠了债。而赵昂最终也没有邀请我去拜访他的父母。不开心的我，看到爸妈和舅舅远远地等待着我们的身影时，我决定要笑。我们都在笑，守在家里的他们和漂泊回家的我们，每个人都在卖力地向对方表演，我很好。我和许耀在机场看到陆子杰送于家安了，需要装作没看到。发布会后，于家安好像变了，刻意的从许耀的世界淡出，和我都不怎么联系了。我很生气，一直以来他都是我的灯塔，是他引领我冲破那段平庸的婚姻，可是他竟然跟我说他要选择合适的婚姻而不是爱情。摸来，妈，阿庄，你扩散是毁了喽！走，走走走，关键了。我们之中还是张青姐姐最洒脱，她说不是每个人过年回家都会快乐，工作、婚姻、收入、关系、人脉这些东西在职场上她就应付够了，过年对她来说只是一次长假而已，她只想好好休息。亲爱的，新年要快快乐乐哦，记得你有我。明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，在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布局10家我们繁星的线下体验店，成都也在我的规划之中。我争取明年夏天吧，成都这边的门店可以开张，到时候我办一个大一点的开业仪式，你们都过来给我捧捧场。要得要得，好好好。哎，到时候是不是姑妈就可以不在外面买衣服了，多到你店上去买？好。等你开业的时候，我们摆上一排花篮，搞得气派一点嘛。哦，对的对的。但是我估计我明年真的会很忙，因为确实，是我们繁星至关重要的一年，我估计可能忙到连睡觉都得在飞机上。不过也好，忙完了明年，以后就能轻松点。要不这样，
明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一起，出国旅行怎么样？好，姑妈，姑妈，嗯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姑姑是为你高兴啊。对对对，我当然了，耀耀这么有出息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高兴得很。徐耀，你就光吹嘘你自己，你也说说我呀。而关键你有什么好夸的呢？啊，有，那个他做了一个欧洲梦。我的文案呢？要不是我的文案写得好，人家能给你投资吗？行了吧，人家光凭你那个文案就给我投资啊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再给我写10个，我直接发家致富好了。我不管，就我最厉害，就我旺你。不然为什么有了我的加入，你就走向了人生巅峰了？行了吧，你不克我就不错了。我错了，我砸死你啊！行了，别瞎闹了啊！还得欺负我？妈，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我出去走走吧。出去买些好吃的。不用不用，徐耀他姑说了，哎，今年啊咱们两家一起过，哎，不过也行，你去买点年货送人呢。谁让你答应和他们一起过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们两家一起过，要不然又咱们母女俩多孤单啊。我们自己过。哎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这怎么了啊？嗨。徐耀他姑不说你们俩挺好的吗？你是又闹矛盾了啊，还是又分手了呀？妈，我和徐耀没缘分。哎呀，咱俩自己也能热热闹闹的过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打算单身一辈子吗？没有徐耀我就要单身一辈子呀。那个不让你单身的人在哪儿？你带回来给我看看呀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要是不结婚，我死不瞑目。大过年的，什么死不死的，多不吉利呀！再说了，谁说我不结婚啊？我都想好了，我要去相亲的。哼，鬼信！你心里装着许耀，你像谁呀？我心里没装着许耀。昨天晚上小姨给我打电话了，说那个银行主任的儿子挺好的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不许，要像就像许耀。你们俩在一起最合适，我最喜欢就是许耀。你们俩有感情基础，他什么都不是就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两家又知根知底，是不是？你跟许耀在一起最好，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儿，明白了吧？你妈才放心。我之前不想相亲，你非要让我相亲，现在我想相亲了，你又不让我相亲了，你要怎样？你那是真相亲吗？你根本就是敷衍我。我没有敷衍你，这次是真的。我一会儿就给小姨打电话，让她给我安排好了。你别跟李念欢他妈联系了，他妈要是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去过年，你就说我带男朋友回家了，不去打扰他们了。新年快乐，辞职的事情年后再议。我相信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解决方式。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张琴跟我说，你准备交接完以后，年后就辞职。我想你这么优秀的员工，作为老板，我得来挽留一下。陆总，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你的。那天发布会用了你做烟雾弹，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八卦对你的影响。因为是我，所以更容易让徐耀死心，对吗？嗯，他觉得你能给到我的，他给不了。那你辞职，是因为要回避徐耀？还是因为发布会以后，别人会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。都有吧。
张青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于江恩到底适合做我的太太，还是适合做公司的骨干？他说这个选择题必须由我自己做。我现在有答案了，你更适合做公司的骨干。那天从会场离开后，我送你回家，在车上虽然你一句话也没说，眼睛一直看着窗外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你心里的悲伤和痛苦，因为你爱徐阳，这份爱我争不赢。虽然我跟嘟嘟都很喜欢你，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。谢谢你，陆总。谢我什么？谢我不再追你。谢谢你，认为我做你员工的价值大于做你妻子的价值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工作能力上的认可。那既然这样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工具人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在心里能放下许攸，请你第一个告诉我。谢谢老板发的年终奖，还有送我去机场。回来以后，一定请你和嘟嘟吃饭。咱们一言为定。哥。说啊。于佳恩。哎，行了，别说。你真的不主动跟他联系吗？他不想让我联系他。他不让你联系他，你就不联系他？你这次怎么这么听话呀？那舅舅跟我妈都以为于佳恩后天晚上会去咱家吃年饭的。算了，别去打扰他了。就像他说的，当初我要走的时候可以一走了之，凭什么他这次要走我要拦着他？他什么时候说的？发布会结束那天晚上，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他说他想找一份稳定的、可以托底的婚姻，他想找一个像陆子杰那样子，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，而不是像我这样只会制造问题。你真的忍心让他跟陆子杰在一起啊？不忍心又能怎么样？让他陪着我一起承担风险呢？他还说了，苏毅比较适合我，适合做我的衬衣。那哥，如果没有于佳恩，你会跟苏毅在一起吗？啊！佳恩呐，那就说定了啊，明天下午和小张见个面。知道了，小姨，放心吧，我肯定去。咳得那么严重，哎呀，对，就是感冒了。成都的冬天也够冷的，我明天争取给你换个电梯房吧，有地暖的那种，在屋里都可以穿短袖。我不要什么电梯房，爬楼梯可以锻炼身体。要是有钱，你先自己留着啊，不要大手大脚，要想到穷的时候。嗯，我知道。这都什么呀？录取通知书、毕业证书、准考证啊，这些你都留着干嘛呀？这些都是你一路走来的证明啊！以后你要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就给他们看这些，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爸爸是怎么样优秀的一个人啊！那我儿子压力可大了。这些东西呢，我就这样收好，放在这里啊。我
把它搁在我卧室的骨头柜里面。你要是要找，方便。你莫名其妙说这些干嘛？这，我正在收这些东西，你就过来了吗？还有个东西，就是这个。于小姐。于小姐，你等一下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为了应付我妈才来的，咱俩打个卡，彼此都能交差就行了。我不是应付我妈来的，我是想认真了解一下你。看张照片你就认真了？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30多岁的人了，还相信一见钟情啊？一见钟情倒谈不上，只是跟其他照片比起来，当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我一辈子要找的人。和其他照片比起来，一个个女人到了你们这里就成了一张张的照片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我听你小姨说你常年在北京，那你肯定对你家乡不熟悉了。这样，我带你到处逛逛，让你深度了解一下你的家乡。我是本地人啊。这本地人从外地回来，那不就是外地人了吗？你们这种回老家很容易把老家妖魔化的，这也看不上，那也看不上的。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要是说我没兴趣，你会不会到我小姨那里告状啊？那如果告你状有用的话，我就去告了。走吧，逛哪里？但我们先说好了，等逛完了以后呢，你也得跟我小姨说，我特别有意见，是你没看上我。好嘞，我去开车。喂，哪位？喂，你好，是于佳恩于小姐吗？是我。我这边是婚纱店，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幸福爱侣影集展，有一张你和你先生在我们这里拍摄的结婚照正在展览中，同事今天才找到您当时留的电话号码，邀请您来看展，还有礼物。我知道了。这是你们结婚将要的婚纱的定金单。江阳当时说了，结婚当天穿的婚纱新郎是不能提前看的，不吉利。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遗憾，我把它留下了，现在给你吧。哎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么快就看婚纱了？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女士，婚期定了吗？请问是拍婚纱照还是订婚纱呢？我刚刚接到你们的电话，是我几年前的照片在你们这里展览，我想取回照片，不展览。哦，这样啊，展览在里面。先生、太太，这次呢是我们开店10周年以来，把我们觉得拍出来最幸福的夫妻的照片进行了展览。不，我不是他先生。啊？不对啊。你结过婚啊？对不起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我照片。先生，这件婚纱啊，就是您拿来的这张定金条上的婚纱。这个啊，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每年都会订新的过来。您是要重新租这件吗？老婆，画好没啊？画好了。嗯，快点呢，我看看。你不能看。不可以。怎么那么好看？嗯，大
反正迟早都要看的。看看啊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新郎看到新娘出嫁时的衣服叫 first look， 别人都说了，第一眼必须是在婚礼上看，否则会离婚的。这么严重？啊。嗯。行。喂。我就是看看你们长什么样子。这上面的女孩像你，这男孩好像不是。这什么情况？我看。等等，我问你。你根本就没有跟陆子杰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爱信不信？我刚才听到你叫他陆总，就算我们现在分手了，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叫我徐总吧？徐总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如果我不配去见你父母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妈，你咋了？哎，你说，许耀和于佳恩到底是怎么了？不是他跟我说他们要复合呀，说要回来一起吃饭，他怎么现在连电话都不让我跟他联系了呢？你就那么想跟他吃饭啊？那是你舅舅的心愿。你舅舅觉得吧，于佳恩这孩子以前就跟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比那徐耀强多了。这几年你舅舅老觉得对不起于佳恩。哎，这不他们要回来吃饭，你舅舅啊精神都好多了。他这不来，我都没敢告诉你舅舅。妈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告诉许耀啊？
你舅舅的意思呀，是等许耀回北京，他再去医院做保守治疗，说怕万一许耀知道了不愿意回北京，再耽误了他的事业。事业？嗯，事业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你舅舅觉得许耀认为重要的，那就是重要。那我出去一趟，年饭你自己准备吧啊！哎，一起干啥子啊？我就觉得重要的，我也觉得重要。得罪了你又不是我，你也不跟我一起回成都，回了成都了你也不跟我联系，我就你这么一个闺蜜，你想干嘛呀？那我以后跟赵昂吵架了，都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婉婉，有时候一些痛苦的情绪，我们只能自己消化掉。对你对我都一样，我们已经过了把自己的悲伤四处宣扬的年纪了。你说的都对，但你这些大道理我不想听。明天晚上年夜饭来我家吃吧。不行，我得陪我妈。你带你妈一起。那成什么了？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舅舅没亏待过你吧？没有，叔叔特别好。那你这次能不能不考虑许耀，就当是完成我舅最后一个心愿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别瞎说话。没瞎说话。医生说了，这是我舅吃的最后一个年夜饭。许耀真的很可怜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失去你了，但这接下来他会失去更多，所以这次我选择站在他那边。哎呀，你说你还专门给我买套新衣服，这多浪费呀！哎呀。不叫浪费啊，多洋气！嗯嗯，好棒！我小时候就盼着过年，你省吃俭用一年才给我买一件好衣服，现在就应该轮到我给你买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喂。过年好啊！哎，大过年的，今天别聊工作了。啊，不聊工作，我爸妈去国外度假了，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可去，就来成都旅游了。我现在在机场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能不能去你家吃一顿叔叔做的牛肉面啊？啊，你现在在机场，就成都机场？对啊，现在也不好打车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？哦，那好，我现在过来。爸，你马上去一趟姑姑家吧，然后我先去机场接一个人。我听声音像是个女孩子呀。我一个合伙人，他爸还给我们公司投了资，应该算是我的贵人。哎呦，那赶紧去啊！来了就是客人，我们要好好招待人家。啊，走走走。回来之前。专门问我大师，老子说我们家来人，我好高兴哦，我买了一堆菜，没想到还是我们两个。我舅现在只牵挂两件事情，一是许耀的事业，怕许耀起不来，过得不开心；二是
你跟许瑶的事儿，现在事业有起色了，他就盼着想见见你。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妈，我帮你一起做饭吧，就我们俩，也别整太多了。那可不行，既然是过年，就得有过年的样子，咱们一个都不能少。啊？你会来的，对吧？干嘛呀？欢欢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晚上就跟我爸妈说我有女朋友了，把你介绍给他们。等你回来，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女朋友，叫林念欢，让他们请你吃饭。这还差不多。等我呀，去见了你的爸妈之后，我也介绍我爸妈给你认识，然后到时候让他们也见面，好吗？好的，亲爱的，那新年快乐，爱你哦。爸，姑姑，姑父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姑姑。这我姑父。哎，我爸。叔叔好。你好。姑姑好，姑父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是苏总是吧？哎呀，贵客贵客，快快快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对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秦总秦总，坐下啊。坐妈，您别那么客气，你叫我苏玉就可以了。那我这次来的比较临时，所以没有时间买礼物，然后就在机场的时候买了一些围巾给你们。哎、不用不用，不用你客气，你们试试。哟，叔叔，你先来。哇，给我呀？对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。谢谢你对我们家许瑶的关照啊！您客气了。来，姑姑，你也有。哎呦，破费了啊！你看多不好意思呀。应该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姑父。啊。来。哟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，过来了过来了啊。苏玉姐姐，这大过年的，我怎么在我家客厅看见你了？欢欢，你来，你也有。什么情况？哦，不了，这太贵重了。不贵重，拍照喜庆。来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啊，许瑶，你也有。啊。哦，我自己来好了。我给你带。哟，佳安来了。啊，那个欢欢。你给你舅舅买的东西落在我家了，我给你送过来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怎么会是我买的？不是你买的吗？而且你不是说在我们家吃年夜饭吗？你上哪儿去？对呀对呀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不吃饭呢？是是。哥，老李，你们去厨房帮我去啊。好好好。哎呦，来来来，苏毅，你们年轻人啊，你们在一块儿玩。情况哦，那个苏总不亲自来，还有其他意思吗？搞懂噻，没得关系，来了就是客嘛。
而且不管咋说，人家也是徐瑶的贵人。我觉得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。是是是是是，娃儿的事情我们搞不懂，俺们个人去解决。哎呀，年轻人的事情自己解决。哦，不烦不烦，把这个鸡炖起。好好。你说话不算数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来不是为了徐瑶，是因为许叔叔的身体不好，我之前欠他的，我就是过来陪他吃顿饭，你不用介意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就因为叔叔身体不好你就来了？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苏总，我心里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吧？你在乎的，不就是我行动上怎么做吗？我的心，我自己都管不了，别说你了。抢那么少。你好，快递。这个时候还有快递？你好。你好，张女士是吧？是我。啊，这是您的东西。我没卖东西。哦，这是郝先生给您下的单。哦，谢谢啊。麻烦帮我关下门。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哇。你厉害。